题材里面的其他角色，那本身呢，我也是一个三国迷。这关羽成手游它不一样，它会给你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，它的操控、它的特效方面非常非常的棒，你可以选择你自己喜欢的武将去征战沙场，会给你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，一定会喜欢的。那关羽成手游呢，马上就要公测了，我会在游戏里面等你，一定会给你一个你想要的三国。